我们台湾呢，我们现在要办的这个飘鸟跟德国有点不一样。那么我们这个鸟呢，是有目的的鸟啊，有目的的鸟。也就是说，安排各位，那么看看我们台湾农业的生产情况，那么把一些比较这个一些目前呢比较受到这个注目的，大家认为说是比较有这个利基的了哈。那么当然其他都很多了，因为三天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安排那么多，所以让各位呢去看看啊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安排的，我们有菇类生产啊，我们有这个酿酒的，我们有这个茶叶方面的。那你如果对这等等的这些，你对哪一方面有兴趣？你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对这个很好，我想将来我要经营，我要走进这农业这样的一个这行业，就是我们农委会会帮忙你们怎么去圆你们梦，想要去经营这农业这一行。好的啊，这个谢谢各位，欢迎各位哈。小丽姐，小丽姐。
糖醋剂，电子式的糖醋剂，好，先测一下占多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它是直接按下去，现在科技真发达，直接按下去。等一下，另外一支折射一样的哈，也是一样取一滴，把它滴上去。那一支要取三块。18有没有？是不是18.？如果你没有，你可以看到后三位，我怎么可能？18.1，哎呀，界限不是很清晰的界限，嗯，多少？看一下，18左右。可是这样子差了。0.7那你先加一包的糖，把它加下去，先融在这一桶的那个果汁里面，再平均撒到整桶的那个葡萄汁里面去。这个真的用这个大桶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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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如果大部分都混的话，就把它倒回去。大部分都混。再来救过一下。我这么辛苦。比那个救过一下。不用了，你们汤匙走开。然后这个放进去。因为它调它的那个。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，看看它的糖度是不是到达要23度。刚才我们是用23度做标准，27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哎，全部加下去。我们要加多少菌种？要加多少？大家可以看，在卖菌粉的哈，它上面会有。那这种就是属于研究用的，好像那个菌粉，还用再说？陈道兄。闻过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对全部。它那个还有什么？要混合均匀哦。好的。好的。给大家试一下。好的。好，像这样。那剩下的部分呢，还在果肉里面的，我们就利用水压的方式把它压榨干净。对，现在就调这个汁。好，中间的部分它会开始榨开。这次那个行政医院农委会华东区的那个农业改良场，其实我感触蛮大的，因为我之前参加过很多类似这种形式的那个体验营，都没有这次这么好玩。因为每个老师助教对我们都很细心的指导，那我知道这个酿酒的过程啊，点点滴滴啊，从一开始葡萄采下来的时候去籽啊，把它捏碎啊，酿酒让它发酵，过程真的是蛮辛苦的。
有人说那个稻米粒粒皆辛苦，但是我觉得呢，酒也是每一滴每一滴都是很珍贵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喝酒品尝的时候，我们要细细的品尝，我们千万不要一次就把它喝大了，这样是不好的。因为参加一个早上的酿酒过程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其实真的很辛苦的进去，每一滴每一滴我们都要细细的品尝。这条隧道差不多也七八年了，那隧道差不多将近200公尺啊。这一段目前这一段是巨峰葡萄为主，巨峰葡萄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在市面上买得到的。走休闲农业就是其实有还没走休闲农业之前，自己就在做直销，所以有这个基础的话来做休闲产业会比较轻松一些。那我这边会拆掉，这个吃的，因为这是。这个葡萄好像我们一年是采收两次，一次是差不多暑假前，到六七八这个时间，农民可以自己去控制它的产值，差不多在六七月是大宗了。这是彰化地区哦，山上又不一样。我们彰化地区就是六七月一个采收季，另外一个就是十一月、十二月，还有一月初也有，会比较慢一点。就是因为农民可以大致上可以调它这个产值、产期，所以它葡萄价格通常会比较稳定一点。农地那边完之后，开放啊，农民家里要就来。哎，对，家里来吼，这讲也免去，哎，介绍嘛较好。稳定的，我们价格我们定的不是多少，我们是控制，像我们入园不收门票，可是我们采果要着收费用。对，我是讲那个家境够。到那侪游客来，啊！你到这你还阁请侪工的啥？因为你来采果其实爱服务啦，葡萄比较脆弱，所以来大部分变做来采果的人的回流率不高啊。啊，我们就是很多人会像工厂啊啥穿客户来，啊，还是讲他比较喜欢说这种感觉的场所的人会。你规罐拢慢慢无要紧啦，啊，一人慢一条安尼，啊，你慢，啊，你慢你好食哩，慢无紧啦，一时。这个非常有名，在中兴大学要排队。慢点啊，领导，这是。嗯，很甜。对啊，六，长点心，对吧？喝葡萄酒，人家喝葡萄酒啊！品酒是分为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是观察颜色，观察颜色就可以看出它的酒滴是不是比较年轻，或者是比较成年的葡萄酒。一般新鲜葡萄酒，像你们多久来？时间快到了嘛，它是新酒上市，所以它葡萄酒颜色会是。紫红色的，就是很新鲜的颜色，它很亮。它一般是咖啡红的话，就是算是比较放比较久的一个葡萄酒啊。所以你看颜色可以大致上可以分辨它的年份啊。第二就是闻它的味道。第二个步骤，闻味道的话，一般我们可以了解，像葡萄酒的品种啊，每一种品种会有不同的味道啊，所以。你在闻它的味道的时候，就可以先判别它的葡萄的品种，还有它的味道好坏，你看你自己喜不喜欢。那第三就是可以，第三步就可以喝看看，终于可以喝了。一般喝的话，就你可以去判别说它的酸度、涩度、甜度、口感这些。状态看你自己喜不喜欢，去分辨说下次你要不要再买。比如说品种，不同品种会有不同的特性嘛。那以后标签都有一些国家会写它的葡萄品种，你就可以挑你比较喜欢的那种品种。
赞。很好喝，没有想要说那么像，真的很像酒的感觉，就很香。关节跟不要用指甲，食指第一个关节啊那个，搭错灯。不要用指甲，要那个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哦，那个。这个不要毛躁啊，别做。
做鞋哦，机器很多的，打机器，哇，这很多年了，好跟我上好。那这个是八分钟嘛，哦，从280度到350八分钟。来了，来了。这拢是客，无啥好款待，迎风一杯茶。好是假的，茶里清香，茶水滴甘，欢喜欢喜欢喜来开讲，有缘来交会。这个方式讲，当你进了你的地，当你的成分啊、香气啊、好歹，你要它呈现出来。再过来讲，南风江食水，南风江比那地香、茶草香气，伊个嘛上标准嘛袂烧烧。啊，过南风江，食迄地汤来讲，伊嘛袂烧烧嘛。你若放炖泡袂滴水讲，地麦一个麦烧烧，就吃你的地，你也讲三包面，或者三包上等的面啊，或者什么龙井。拢卖炒，茶拢卖通过东西超过四分之一，吼，伊个那煮茶量，我时间第一泡的时候，大概一般第一泡的讲，差不多70秒左右啦。有当时讲第一泡你第一泡面，伊烧到未够，所以第一泡你时间较久一撮，啊，第二摆已经开啊，降减少10秒。我你讲在三泡泡到讲，我三泡，第一泡、第二泡、第三泡。你唔该，我拢打惯了，你就是晒出晒啊啦，下摆得，安就是变晒型了，对啦。我来拄啊，庄先生讲三个料啦，哦，迄个浸六分钟倒出来，搁放六分钟，后冷六分钟安尼啦，三个料，这是咱伫迄个茶叶比赛的标准程序啦吼。啊，这个这个有五种诶，有五种茶啦，啊，一种拢两个啦，拢同款的啦，哦，拿一二杯嘛。啊，一种较悬的，就蚊香杯啦吼。拄啊，又讲到重点啦，蚊香袂使烧烧啊吼。吼，迄杯啦，变成蚊香杯啦。你若蚊香杯，你讲你烧汤倒倒去了，了了，冒水到15秒以后，直接接触到伊的地方。
边间，小小风一吹，树头四季节，茶叶清香，茶水滴干，欢喜欢喜欢喜来开讲，有缘来交会。是客，无啥好款待，敬风一杯茶。走到所在，看看上一个。伊来阮乡，来吃拢是客，无啥好讲敬，敬风一杯。清香茶水滴干，小小风一吹，春后四季节。茶叶清香茶水滴干，欢喜欢喜欢喜来开讲，有缘来交会。茶叶清香茶水滴干，小小风一吹，春后四季节。清香茶水滴干，欢喜欢喜欢喜来开讲，有缘来交杯，有缘来交杯。你来阮乡，来吃拢是客。Oh, yeah.
们大部分台湾的饲养是甜甜的，还大。一般的话，它就非常的厉害。然后我们一般要饲养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搬上来。它这样进来就过度了，就跑不出去了。一般我们讲的那个燕麦嘛，你看这个都有很多组织。好啊，它这个。来，好，来，对，这边来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我感觉没机会，我感觉有点。它上面没有牙齿啊？牛上面没牙齿？上面没有牙齿很好，上面没牙齿。这家龙牙没退去，它都还没有换牙，这个都还是乳牙。我们看得出来是乳牙。我嫌弃。怎么样？它这个已经有换牙了，有没有？比较粗的有没有？有比较大。哎，有比较大了嘛？好好。哎，你赶快。在讲天牛，天牛苹果，那个水牛，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啊。它这个大概两岁，大概一年，哦，一岁以后再换牙。这个台车可以移动嘛，它就是上来到这边铁轨，跑到铁轨，然后就左右移动，哎，翻过来。现在来一个实际体验，我们一进来的话可以感受到这整个一个温度是很舒适的一个温度嘛。好，我们温度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大概在设定20几度而已，对，算提供给想要用哺乳最舒适的一个温度。各位可以看得到，黑包黑黑的，刚才在我们简报的话应该有看得到，这是刚接种完成的一个生产包。好的话，颜色有比较不一样吗？有，哦，比较浅了一点。对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接种下去的一个菌母，这个已经是第15天了。哦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在它的一个生产包上面的话，表面上有很多的一个水珠，它这个时候跟我们人一样，是呼吸作用的，呼吸作用它会产生的一个效益上来讲的话，才可以。对，它没有办法说，那我们提供什么样一个环境呢？来。让大家来看一下，水呢？哇，水溶色的，对，所以它在整个从培养完成到引入我们的
亮部的时候，它这个时候去涨的速度是几乎可以说是几米高，我去算一下，所以它涨得相当快，就是到达一个采收的一个标准哦。它整个一个菌伞，各位可以看到已经往上翘了，这如果再往上翘的话，就是它有过于成熟的部分。各位员工看，在感觉方面的话，刚才大家有吃到了，现在看到了，现在摸摸看哦。对吧？不怕，不怕你摸，不怕不怕，绝对不怕。对，相信这样的话，让消费者说他买回去，他不是现吃的话，放进去冰箱的话，都还可以放比较久的时间。对，那、啊、我们这个的话，储存的话，绝对会超过一个礼拜。是固体，我们是直立式的，他们的固体可能会比较慢，那我们固体就比较直。前景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啊，那当然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跟精神，然后在这个部分，我想我有兴趣可以加入这个未来这个行业。那右手按住它的鼓声，然后扭转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一人选一包，快点选好离手。然后好，一二三，来扭转下来，好，快收下来，这样就完毕了哈。这底部会有沾染一些木屑哈，那等一下两位三师傅会教大家把那个木屑消掉，好，进行做包装的动作。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摘下来，还是说这样子把它摘下来比较好？小心啊，小心。哇，这样这个木屑消掉，这个就不要了，这样当回收了，以后就有人了喔，那个人在做那个有机肥啊，再来就是头部后就把它消掉，这个没有头，旁边把它消整齐就好了，这个都很好吃啊，所以不要消掉，这个就是小小的，我们就是C级的。参观这边真的是大开眼界了，因为以往的印象，乌龙的话是在以前那种搭黑网子那种竹子搭的那种海皮的，然后来这边参观之后，看到这边的设施真的是叹为观止哦，有那个像他们的紫外灯啊，然后还有他们的那种什么超声波震造雾器啊，这个都是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，然后也难怪人家有这样的设施，说可以种出这么好的品质的这种设备哦。
因为前面试听哦，我都有很详细跟他们说明过哦。啊，虽然你们时间哦比较短，可是我绝对哦没挑回难为哈。请问，跟你讲较少哦，啊，跟人讲较侪哦。因为哦放竹筒炮很简单，生命无恙。但是哦，为什么我要教你这个方法？很多小朋友来，我们如果提到说点头哦，啊，前面一排都会点头。我说，为什么要点头？你讲放竹筒炮不是要点头？哎呀，大家点点头啦。不过哈，那个石，国语叫做电石，石头的石。啊，台语叫什么？点头。为什么不是叫点头哈？我嘛不知道，因为古早人跟咱来讲啊。啊，这点头哈，点头，你农业用途，大家嘛知要创什么，对不对？伊是要种什么水果，改吹凤梨吹花，香蕉，还有什么？芒果、柿子，还有什么？释迦。还有很多东西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好，农民他在讲的点头，点头吼，他在我节目上面讲的是讲点头会的两句给一点点哈，哎，点句点啊，可以点。哎，刚刚看起来都不起眼的石头哈，遇到水怎么样？遇到水就怎么样了？就冒什么呢？就冒泡泡了哈，就好臭哦，就有味道了哈。哦，又差一点哈。好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乙炔的特性了、啊、哈、哦。像你如果有游客来，对不对？你要跟他分享说这个过程怎么样，可是你还要带到一些哈、哦、生活上的知识哦，让他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样？我 get 到了那个哈。农场哈、哦，哎，游客来的时候呢，要给他做什么东西？做一些生活上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就是最容易哈、哦、让他学的一个过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、哦，哎，掌声谢谢班长跟副班长哦。副班长哦，那这个成本哦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这个你可以买那个哦，哎，这三年拢免提对不对？你那个代号人去记哦，所以我讲你那边买叫寄下来好吧？再一遍哦，抓来，啊，弄好对不对？那个竹墨是不是会破掉？啊，你就好、哦、先算好哦，你算好看说你在什么地方，比方说你去家，啊，你弄你就摸到个弄个一卡类哇，然后你就爱学会啊啦。啊！你就装啊，甲弄块酒杯这样，弄块酒杯这样子，是吧？一样崩！哦！威力超大，威力超大！我解释不可以。第三只。哦，来第四只，第四只，下一只。哦，好，有声音来。一个代表。哇哈！哎，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很正常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哈、哦，因为水倒下去对烟已经怎么样？没有了。所以一般你如果回去，你们在做试验的时候哈，游客来哈、哦，你要请他说动作要快一点。哦，好，来下一组来，好，来下一组下第二只，第二只压力很大。哦。现在已经秋天了，比较没了。你敢知道我如果春天夏天，要经过这个隧道，也要是怎样？不解，小朋友来，那飞过来，也是怎样撑来撑去？撑来撑去就一种怎么样？与蝶共舞，哇，跟蝴蝶在跳舞，为什么？就是要飞嘛。那这个是自然的。当然我之前也有做一个往事，可是也有两极说法。第一个说，这个怎么叫生态？关起来在叫生态。生态人是伫外口咧观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有这种说法。啊，后来我就弄一个比较小的，可以看到自然。然后这个为什么做这个桥呢？是因为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？因为我当初有一个构想，有什么构想哦？你们跨界说在那给给哈，我们可以看到植物的呼吸作用、光合作用。好，那它是用什么原理哦？什么光合作用？什么叶绿素什么东西？还有可以看到叶形、叶色、叶脉、叶质。我问各位都已经知道了哈，人家说。他每天都飞个不停，他在停的时候都轻轻的停，他绝对不会乱停。你看看蚊子，不是蚊子，蜻蜓。哦，那蜻蜓在台湾总有几颗？你现在听说143颗嘛？哈、哦，不是143颗，它有蜻蜓科、春蜓科，还有钩蜓科，还有什么科？还有什么？还忘了哈、哦，跟你那边比哈，都查了噻。然后还有可以看到什么？五
大高铁对，熊大家点点，还有什么？还可以谈到那个什么豆娘。因为吼，伊若敢要上几来站，我上一杯糖。咩啊？因为我讲你要一杯糖哦，我上你一站几来啦吼。安尼是几来一百块还是糖一百块？哎、啊，他不懂，他就要跟我买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为什么不懂？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。有客户他看到说，哎、欸，我的菜让我糖卡哦，哦，足欢喜，伊食甲吼足爽脆。伊讲吼，恁这糖安尼吼，食甲安尼表示讲不容易啦吼。哎、啊、所以讲吼，他们就会很快乐。这是今早，依然各位大家有看到依然的今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的水果柑橘种类吼，大概有二十种。在我刚回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种柳丁，还有种碰柑。可是呢，在我那个接手之后，我们就吼。有做了一个就是周年生产性的一个规划，那怎么规划就提供哎，这几块哈，哎，让巴朗波捡的米呀，啊，游客来可以做什么？可以采果啦。那我们这个大概十一月中旬以后会开园哈。啊，你敢不知哈？吃春菜春饭的一家啊，生出来人生出什么款？内面吼是红叶红叶安尼哦，啊，吃起来喏 ，QQ。啊，所以讲你若等于话，你要等于你的产话哈，你若游客去你那时话。你若驻村咧摆春饭话，你变个请只阿嘛使，就倒来食。哎，阿会生阿囝，阿囝会当带人去，带人去做啥？伫遐耍。啊，无你嘛看阿嘛吼，哎，阿有几只脚，吼，啊有小朋友讲阿着几只脚吼，有诶因为市诶超市咧袂拢剁掉无，讲脚嘛冇看过，无嘛看只脚吼，也有诶。再次哦，再次哦。那个彩旗那边 Q 版 Q 版了哈，也是啊。柳丁甜不甜？甜。这里是我的门市啦，啊，因为我大部分都是自己生产，然后自产，然后在这里销售，啊，当然有，还有大部分是往外，往外，就是比如那个，台北内湖花市啊，哦，还是各地的大批发商，啊，这个只有这种的哈，它放在室内，它可以自然的生长，哦，有一些是那种它放一段时间以后，它就会有大叶啊，然后有很多啊，哎，啊，这个都会。很正常的生长。那开组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它的变化的形状很多，它可以随着咱变来变，啊，看你变爱什么东西，对，它变什么种样，对。啊，当然没有一定的形式，就是当天啊，盖别处也看得掉。我们做组合盆栽，哎，组合盆栽送你的哈，有点多嘞。它这个哈，它像在雕榕树。哦，那个有的线，那个如果用那个来雕的话，哈，生产成本很高。我们这位小姐哈，已经做了多年了。哎，他这个哈，先做，他从上面做下来，就最高的。他选的话，我们比较他的弯曲比较小的，还有那个。你说这个角度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得弯黑的，他是，然后从由小，然后下面就慢慢扩大这样。好，它好叶来，然后叶下面就叶那个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弯曲最大。所以说这个说简单也是蛮简单的。水的，就是水的。跟插花的水啊。跟那个插花有点像。跟插花的同样都是那些材料，但是对，它大差别就是不一样。这个反正喜事都是我们放这些。很多，很多。现在市面上你，你比如说以前那个刚选举那个胡树嘛。里面有十粉，里面有它七八，七八很多是这个。这是马拉巴利，这是马拉巴利做一些造型。那个我甲客客，一人一盘。哦，这个叫做蟹盘。啊，叫那个碗，然后那个贵。
哦，这个这个是咱的蔬菜疫苗盘啊，伊这空间足浅的，哦，你甲配合，配合，甲你甲有叮当吼，伊那伊这甲比较宽吼，有诶有诶空间，伊有较比较，安尼就好啊。几块皮差不多，然后成包，上去上去几块皮，然后成包。即卖哦，即卖进来哦，咱这个这个美女对这个包也是靠近，正规比正牌较注意啦，较轻松啦。啊，拢是爱做，拢是爱。这茶水啊，一般的就是差不多一支咱的长寿粉的程度，啊，这用加刀，啊加刀去安尼买料就是加减的，这拢干来个迄个买料尔吼，拢有心啊，就是经过这个消毒，消毒这是用咱的或者讲起来大成分啦，啊浸，落去啊浸一分钟，浸一分钟伊就都完全渗透。再加高起来，因那高起来淡淡，不挂水，不离开起来，以后就差不多拢完成起来，差不多甲捡走下去啊。哦，哎，什么温分啊？来，那个葫芦棒啦吼，这是咱的开根树啦。哎，哦，这是安尼吼，哦，这个好，甲温暖。啊，安尼吼就会使，吼就会使落擦。咱即摆咧擦吼，你对这边，我是倒手的啊，甲共手的人对这边。擦掉，哎，擦掉。是风风来看我，请你
请你就爱带心肝。日落山烟一红，月娘照镜在西装，夜色的脚步轻叹情，人生情拢袂着。阮是一蕊花，等待着春天，点起心内的灯火，等你来甲阮饮茶，看山看水拢是你，风吹雨落拢相思。内底有乌坑，你有看？哦，菜籽伫你遮落，哎，夹你夹你遮落哦，啊，家己摕去买两担，再来摕出来去化，哦，再来摕出来化肥作用，啊，然后落再一礼拜，马上就长完，化好啊，东西啊，啊，伊这，哎，对，两天就可以完。这个菜啊，嘛有人做循环的水啦，但是哦，你夏天哦。你若啊，你若夏天咧热时阵哦，若去钓滚鱼片哦，规个拢钓。啊，所以阮尾下才改一间农场，安尼哦，会钓啊，安尼。所以一个小米块上面可以多少？你若用咸的，嘛不一定出量啊。你若夏天哦，这个是腌袂过干就会更衰啊。啊，这个它还重要一点吧？这个是疫苗的啦。一把哦，不要太多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还一人一片啊。一人一片。你都是这样一片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有啊，后尾佫矮无，那佫较好烤哦。哦，一人一把。我要烤。哦，一人一把。来，我要去等下买。哦，要感受一下那个先拉出来的。看不到脸呐。现在正在拍照存证，林佳。正在 A。林佳，我只是在拿牌子。啊，正在拍照存证。我只是帮法而已啦，没有要 A 啦。这个节奏才刚好。不要，不要照存。啊，给我套进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抽奖。哦。不好意思，每次都是我拿的。你动作这么快啊！好，计时啊！来来来，那我来做起床。哎妈，快点啊！快点！
震动啊。哦，哎啦，你真想来共动啊？啊，想要怎么去啊？怎么搞？你个墙都还剩。咱无偌大地啊。我们已经是工厂了。蔬菜也大众蔬菜产地啦，这个伊个哦，啊各位可以看第二项哦，伊就是包心菜、高丽菜啦，主要十字花科的现在蔬菜疫苗为主啦，哦，它每年的总产量大概有3000多万颗，一发挥的计划的发展，这个哦，还有一些较短，这是专业的蔬菜疫苗厂，伊个哦，你看这个是。外国黑森林改变1000多年的动物，比较你看，它整个腐化、腐殖酸、基腐化作用比还有些，好，哎，我们台湾在开花，这个一共是讲有多少个？1.45。泥炭土呢？泥炭土。气温高。我跟他讲，好了，好啊，有好了。0.12。0.12。原来他小时候长。双子叶植物了，这两颗是子叶，这两颗是子叶，荷兰的工艺，一是荷兰的，荷兰的工艺，荷兰的，一定不是我们原种的，西瓜、胡瓜、番茄，哇，那这个不是咱的，啊，那我们中国人很歧视啊，那个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是番茄。有产业吼，那路径部的分工啊啦吼，伊这都变讲这个疫苗，咱就免讲吼，家己产价格搁低啊疫苗。啊，这就是成品。这个就可以卖给农民种。做黑的菜，不要黑的菜，没有地方种黑菜。黑菜那叫做大陆妹。就爱多好酸，三月风生的菜，就变青灰变阿。还是老话哈，随时跟我们联系啊，有什么问题哈。要我们来跟各位协助的，各位就不要客气哈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回去的路上安全最重要。开车的人哈，希望啊是不必赶。我想啊，晚上十点钟以前，你们应该都可以回到家啊。你再赶，顶多也是就是早过这半个小时，并没有意义哈。安全最重要，而且父母亲都在家上。甘愿那比最昂贵，就通了最会着开。这边修老了，你都没有晒黑的，跟我一样。为什么他本来想回去的？哦。好。好。好。一样的。
是一对一五天就送你来的，不是你的。心内的灯火，等你来甲阮饮茶。我山看水，拢是你；风吹雨打，拢相思。啊，甘愿若变作花，春风若吹开落开。是春天，啊，点起心内的灯火，等你来甲阮饮茶。看山看水拢是你，风吹雨打拢相思。啊，甘愿若变作花，春风若吹开拜拜。这台真的要拍，这叫满载而归，这不是满载而归，这叫超载而归。